会回天家哦。一天，志宏姐会回天家。我明天呢？哪里这么快？有。是不是你的爱女？是你所爱的女儿？主啊，我在她的身上看到那个忠心、不穷、完全把自己献上的一个好女孩，是你所爱的。她虽然面对很多的挑战，面对很多很多的攻击，但她的心不改变。他仍然爱你，他面对任何的困难，他都不怀怨言，因为他知道他是为你所做的，他是你所爱的，他是你所拣选的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这个女儿的忠心，我相信你比他。比我看得更清楚，你继续的祝福他，让他在他的护从之下，完全你交到的工作的时候是有能力的，是没有回头的，是能够帮助很更多更多的人的。就把他的生命的流露出那个爱你的那个力量，不但是旁边的人要得到帮助改变，他的家里的人同样的要能够感受到他身上所画出的那个光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咒诅在他的身上，要因着耶稣的宝血已经完全的冲洗掉，耶稣的宝血冲洗掉，以后耶稣的宝血也成为救赎金，把他从恶者的手中带回来。他家中的你的孩子，他家中的丈夫，是的，因着他们已经信了耶稣，你的宝血要成为，是的，特别是他的丈夫，他已经承认他是主，他已经归向了主，他已经是神你的儿子，因此你的宝血是为他流的，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为他流的，你的宝血要成为救赎金，他祖宗所犯的一切事情的已经不能够在他身上，这个救赎金已经把他从恶者的手赎回来了。他当他的丈夫被赎回来的时候，孩子们，孩子们也要同样的被赎回。Yes， 我奉主耶稣就宣告，在他孩子身上的任何的破坏、任何的攻击，我奉主耶稣就从宣告，从今天起无效，无效，完全无效。主啊，孩子们的心要转向你，孩子们的心要转向你，孩子们的心转向你。他们在幼小的时候，在教会里所听到的那任何的教导，都要重新在他的脑中，在他的心中再一次的烧起来，再一次的烧起来，让他们能够看到耶稣的爱，耶稣的宝，耶稣的牺牲，耶稣爱世人的那一种心。哦，主啊，他们身上所沾染的污秽的咒诅什么，我奉主耶稣就没宣告，主耶稣的宝血要洗净，要洗净，要洗净。特别是他跟母亲的关系，我奉主耶稣就能宣告，他要从母亲的心中、母亲的身上看到母亲的忠心，而是没有看，而不是看到母亲的疯狂。是的，我奉主耶稣就能宣告，母亲的忠心不能够变成疯狂，是完全是归向耶稣的。就你祝福， Amen, yes. 祝福西伟。主会是为，是的，你给他很多的恩典，你给他的恩典，让他的恩典能够在你给他的恩典能够在他的身上发挥出来，发挥出来。就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继续祝福他，让他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你的祝福，他要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任何的费用都不欠，因为你必亲自的供应给他，来完全你教导他工作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祝福他，他的脚你医治他，让他很快很快就恢复起来，让他走的路上越走
也顺利奔奔跑住。是的，不但是在转福音的时候是走中，而是蹦蹦跳跳的。哈利路亚！把这每一次他蹦蹦跳跳的时候，那个福音要从他的身上，耶稣要从他身上飞给别人，飞给别人，让更多人的蒙福。哦，主，谢谢你给他更好的这个祝福，给他更好的这个恩典，让他每一次看到号码的时候，他只是看到一切的秒，他只是看到一切的旁边的事情的时候，都能够使到他把这一切东西拉进圣经里面去考察，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让他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，越来越看到神的旨意。就谢谢你，祝福他，祷告奉主耶稣救名，阿门。耶稣接听我的祷告。